到了。好，先打他，先打他算了，不行不行，我要打你！哇，要被打死，要被打死！你就是你，你也在打我哈，你也在打我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我就压着左键，然后随便乱转而已。喂，我看到了，有中，有中，有中，再中一颗，再中一颗！哇，你又活下来了！啊，不要，我不要下去啊！不能，不！哎，哎，是是是是是是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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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又中中中，不简单不简单，中一颗中一颗，哎，第二颗第二颗，就剩你们两个啦。第三，再中中，哎，小心你后面哦，哎，哎，怎么那么难丢？哎，那颗怎么没中？又中一颗，哇哇哇哇，危险危险，危险，很呛了很呛了。哎，你后面要没，后面要没了。哎。下去两颗 ，yes， 下去了 ，yes， 哎、欸，我超少在这一个获得冠军，对呀，而且重点是刚刚还一直被围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怎么知道高塔在哪里啊？中间会发光啦，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光， oh. 对，不太理解那个火星那边的话会是长怎样？什么？我玩这张地图超级无敌卡，也是要有一点点小运气的啦！不要咬我！不要咬我！哈哈！不要啊！哇！我在靠近吧。是坟墓啊！烦死！有在靠近吧？我感觉这里吧，有中！哇！有人这么快！第二名 ，yes， yes， 嗯 ，yes， 我在你前面哦。嗯，你我在你前面。你是被蜘蛛吃掉了，小姐。对。有什么事情吗，小姐？我们不是比赛谁先被蜘蛛吃掉哦。嗯，原来你的高塔是指蜘蛛啊？哇，没错。哇，原来你的塔是长这个样子啊？那个塔还真多啊。丛林跑酷，你最会的啊。不会不会，谢谢大家，我不动了。对，哇，不动就会获胜，是不是？这么的嚣张，哇！哎，紧张紧张！哎，不然我怎么下不起来？刺激刺激啊！空格，我的空格！哎，我什么？空格啊啊！我安了，不然我的时机点应该是冠军的。我早知道直接这样子，我就不一定要走到这里啊！我就为了要走上这一格就甩了。玩第二格跳了，我怎么又是跑酷啊？啊，这个比较简单啊。好。刚刚那个要一点，有时候就一个八七就没了。哎，哎哎哎，稳住气，很简单啊，哎、冠军，yes，yes，yes。Yes! Yes! 我什么？那个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火星文化跟地球文化的不同吧。第一格就跳不过去，原来火星啊都喜欢泡岩浆啊，泡岩浆。火星人都不跑酷的。火星人都觉得岩浆是一个可以泡的，很温暖。这是什么？哎，哦，显得挤耶，好挤哦。哦，会有延迟，所以要提早跳。对对对对，要提早跳。哎，我刚没有跳起来，但是他就你就跳下来，差不多踩到就差不多了。我刚不小心踩到一格，为了要找到一个好地点，我已踩到很多格了。我想要一个够边缘的地方。哎，不要一直挤哦，好烦哦！一直挤，一直挤，我一直被人家挤，然后这个画面就变得很少。嗯，使用物品来的方块。对，就是你看，像有点像俄罗斯方块，前面的有没有？你就要盖，让它填满。哦。对啊，你要它当然没办法凭空盖，所以你要把那个沿路的。打掉，好，你懂意思吧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OK，
不是这里啊，这个你要多久？這個、看你有看快睡着了。要多久？哎呦，这次快一点了。有，刚刚还香香的，现在有比较正常一点的。一直都很香吧。OK， 这里也是这样吧。哎呦，哎呦呦，哎呦呦呦呦，哇，这关不简单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有人来不及溜。哎，你看我都完美，名次就没有我，因为 ID 的关系。我难过，而且我还是很速度的说，他们不会失误啊，我这就没了。ID， 我也没的。啊，你是因为有失误，当然也没啦。为什么是 Q 的先呢、啊？我每次都不懂那个 ID， 完了，这个我最不会了。这个我也超不会的，我看人就觉得我不会的。一，我怎么放不上去？哇！第二名！哦，这我以后会玩这个，我大概抓到诀窍了。哦，有了，我完成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是第二名。不好意思，那完成是基本。对啊、哦。我说我不会玩，只是因为我都排不到前三，好不好？共同冠军！哇哦，斯哥斯哥，选你几颗星星呢？请问一拳先生、一拳小姐、一拳火星人，你几颗星星呢？我零颗星。永远无法超越，哎呀。哎、欸，怎么当了？有人说我断线，没断 啊。没有，我刚刚听不到你的声音啊。不是，我 YT 断了。嗯？可是我 OBS 都还在。嗯？我的网路也都顺的、啊。bug 吧。那个 YT bug。没事。重整就好 ，YT bug、欸。我第一次遇到这样子、欸，他就是我 OBS 都是顺的，然后他们看的就是断了。哇，还蛮特别的。对啊 ，OB 我这边网路都还蛮顺的，我点网站都还 OK，OBS 也是从来没有丢失。好神秘哦。对呀、啊。大概啊，刚刚那个啊，火星干扰。他们可能觉得哇塞，我们的伙伴拿零颗星星，一颗星星，做电波攻击，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。哔啵啵，哔啵啵，哔哔啵，哔啵啵啵啵啵啵哔。但不好意思啊，这个还是没有办法、啊，分数就是摆在那里啊。欸，我刚刚那个记忆力我大概懂了。你最好就是先按照顺序，你就看第一个物品栏是什么就放，啊，第二个物品栏是什么就放，然后你再透过你的短暂记忆，就是你明明是按照顺序一二三四这样放，你可能就会稍微看到哦，六跟七啊五啊哪一里是放哪里，就顺便放的，这样你就可是。看一个放一个，看一个放一个，然后你记忆力好就可以看一个，然后可能放个三四个，然后再慢慢补。我刚刚就这样第二名，谢谢。哎呀，好，那最后好像有人说那个有新的，我们来看看哦。哪个有新的？我找不到，等我一下，哎，这个。农场躲猫猫，好像有新地图、欸這個。这个我之前玩的时候不知道什么超级无敌累格，所以我一直怕怕的。你要做猪就比较不会累格。对啊，你当猪它其实就蛮顺，你可以试试看。酷哦！真的啊，你等一下当当看。
不相信人，难怪啊！开始那个啦。嗯，你有什么好那个？当变个猪看看，当个猪哦，是不是？我要怎么变猪？点它。那、啊、不然呢？右键哦，是不是顺畅？哦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今天比较顺哎、欸，怎么猪就想跳出来？它是真猪还是假猪啊？它是珍珠啊，要不要配个奶茶？还要配个吸管吗？不行哇，还配吸管，傻眼！哎、欸，不对，不能配吸管了，要配汤匙了。对啊，哪一国人啊？那火星人不懂我们啊，我们都是配汤匙，好不好？那个火星人还没修改过啊。嗯，学着点啊。哦、他们是有人变成猪的瞬间了，守在这里吗？这么猛，跟我的伙伴们在一起。收到，收到了。啊！我的伙伴死掉了。喂、哎，人家过来，我们就直接把他射下去。好可怕！哇！哎、欸，上面在那个超级狙击，哎，谁过去他们就射谁，超猛。我也持续在那里努力的，所以动物射箭的时候，猎人是看不到的、哦。看得到啊！废话，那箭矢那么大，咻！我讲到动物举弓的时候，猎人是看不到的。好像看不到，可是会看，可以看那箭矢。我不太确定啊，今天还是空手啊。嗯、好。啊！有人死掉了，被看到了，被看到了，刚刚移动被看到了，拉屎拉屎！哎，我在他旁边拉屎，他居然没有发现！哎，哦，后面怎么那么多人呢、啊？不要啊！别啊！哎，有鸡在跑，有路没有路可以走，没有路，那走哪里啊？没地方跑啊！还想要换个，啊！猎人都跑出来了，啥也不要啊！给个面子，给个面子，面面在被追，面哎，跳不出去，跳不出去，跳不出去，没有面子，没有里子啊，什么都没有。哎呀，死掉啦！哎 ，good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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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。然后巴西托的大哥变，他旁边那个人就发现了，这猪为什么会动啊？哎，看看上面还有没有打他？有一些 NPC 也会移动啊。哦。哇，都是真的。哦，我看到了，上面还有一只。好。我去找他。哦，这个嘛，吓到我的。他哪里吓到你？他刚刚突然头低下来，那个吃了个草。所以是马的头哦，马吃草，马的吃草吓到你。对，我想奇怪他怎么会动。哦。哎、欸，这是我出生点，我干嘛回来这边？鸡哦，不是，跑掉了，嗯、吸到别人的大便了。哎，鸡鸡，我看到了，鸡鸡，鸡鸡在跑，鸡鸡，鸡在跑，挡住我，哎，抓，然后被队友捡走了，没关系。登高望远啊，队友一抓，我就马上跟着一起打。